下片选来看台中的消息，台中市北屯区水南一间出名控肉饭的餐厅后边灶卡有民众发现，讲有三只家玲徛伫一面料理过三层的面顶呢，伫里食，好真令人感觉安尼无卫生。反倒讲，这个可能食安有问题。针对这点，头家嘛承认讲，这个猪肉杀好了，伫里滴水看不好势，才好在家玲来滴食，未来会改善。台中市食安处得到这个消息了，嘛已经派人去现场稽查。青石铁饼碎所在，就是台中北屯区一间有名烤肉饭店的灶卡。灶卡路口一台蓝色塞车停伫咧路边，顶面有几人拿起个煮过三层肉。这三层顶有三只家庭徛伫咧肉顶边，敢伫咧推这肉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应该是不太卫生的。也就恐怖了，怎么会去吃它呢？真侪人看到了后，拢感觉真咸。看到鸟啊食这肉，店家摕去煮，阁袂让人吃，可能会予人食甲歹巴肚。一间烤肉饭店，变了到食饭时间，生意就增加些，并且官方网站都真侪家人拢会来遮吃。防止控有时安尼问题了后，店家嘛心情受苦。车呢来来去去吼，啊物件煮的食物件伫路边安尼刚好。阮遮是无人解释啦，因为我有做一个门卫店，我咧谈起来，什么物件拢谈起来吼。记者讲，未来伫咧处理这排过程，会甲肉看无好势，安尼鸟仔特别阁挖过来。毕竟最近过来有严重是安尼事件，就烦恼鸟仔伫咧多这食材会影响到身体健康。所以台中市是安处已经派人来到现场稽查，了解感觉有其他做不好的所在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